你，我势在必得。老师，哎，这么巧你也来跑步啊？嗨，回应一下呗。走。你是不是还没吃早饭？那边有家特别好的早餐店。你一大早上来找我，就是为了给我推荐早餐店？是，我是想跟你一起吃早餐，行吗？不用了，我运动前不吃饭。那你厉害。哎呀！吐吐吐吐吐吐！运动前。一定要先热身。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不是在关心我自己，我怕被你拖累。怕被我拖累？我就拖累给你看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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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我有事儿。你有事儿？你太碍事了。我碍事，是怕不是什么钢铁直男吧？这么明显追求还看不出。估计不是说他吃软怕硬吗？我这么软还不行？姐，机会来了。你疯了吗？你不看车？说你过生日出来吃饭。你疯了？不看车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眼睛要看路，还要看你。宋元气可以啊，用来土味情话挺好用。香水忘了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把脚扭的有点严重。什么味道？没有啊。感觉怪怪的。
我怎么又输了？嗨，老李头，看你输了吧。你说过，谁要是赢了，你就把这小龙虾送给谁。算了算了，李大爷，我只是跟您切磋切磋。我老李子说话算数，这个龙虾归你了。七月下完了，咱们去活动活动去。走走走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。你可真是我季大爷。你来干嘛？我打太极啊，我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明天见。不是大爷，我才刚来你们这都走了，我还没学上呢。哪有小姑娘学打太极拳呢？看，不用职业不在酒嘛。哪有，我是真喜欢，我就是刚喜欢上还没学会呢。嗨，小姑娘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要不你明哎，小静，你教教他就行了嘛。走，打打吧，走。你真要学太极？季树老师，你就教教我吧，我一定是特别好的学生。双脚与肩齐平。啊？哦哦。不是，季树老师，我在网上看别人教打太极，都是手把手教的。手把手。我意思是我这人脑子你知道看，所以拜托你了，季树老师。双脚与肩齐平。抬手。推。你还学不学了？那个季树老师，你喜欢喝水吗？还行吧。那你就是喜欢70%的我。哎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先回公司了，季树老师。